大家有没有想我呀？差不多半个月没有钓鱼了。今天我跟威子两个来攀黑坑了，天天看着我师傅潘老板，天天看着师傅报户，又是钓鸡又是钓羊。今天天气这么好，应该还可以。赶紧啊，老板，啊，老板，老板，你这个鱼怎么钓的呀？搞这么早？我这平常放鱼是两只，这两天没放鱼啊。今天，那我们钓的是回锅鱼吗？对，回锅鱼就这个塘子，就这个塘子。这个塘这几号池？二号池。那你怎么收费的？两个人来的话，给300块钱吧，钓一天吧。钓一天是吧？钓一天。300块钱钓一天。对。主要是什么鱼？罗非。一般钓这个带大鱼户的基本上是空军。空军，那你今天还带这么大个鱼户干啥？我就想狂拔，我就想报户。我太长时间没有钓鱼了，真的，你们都不知道我这个心理。作为一个职业钓鱼人，半个月没有钓鱼，你知道是什么感觉吗？这地方经常有人钓，你看见没有？你不管走在任何的一个钓场，你看哪个地方的垃圾多，那个地方必定是好钓位。今天我就坐在这个地方。那我就坐这边。哎，我们俩，你一个增氧机这头，一个增氧机这头，好吧？钓这个罗非啊，我真的是个外行，专门的罗非饵料我也没有带，但是我只知道他要吃这个新香，味道好的，所以说我就开一包新香的这个一包搞定。反正先就是玩，先边钓边看。我一定要比威子稍微快一点点。一般钓鱼三大定律，这个鱼户可以装800斤，基本上是带个大鱼户基本上是空军。第二定律你知道是什么吗？什么？小钩必中大鱼。第三定律是什么呀？就是一天没有口，上个厕所抽个烟他必来一口。这就是钓鱼的三大定律。哎，前期我把饵拉稍微大一点，拉蓬松一点，开始泡频率。他们开冷冻饵加散泡，我搞个新香饵料，先搞一点点散泡。哎，冷冻饵跟我也开一点啊。好，是，完了，这就时间长了没钓。我刚说没有口，这不禁念叨，这第一条。完了，我这钓鱼不行啊，就时间长了没钓。我不敢磕啊，我怕。哎呦我的妈！丝线断了，这完全搞得像个新贩子。这老板估计看得要笑死。我也就丢了半个月没钓鱼吧。啊，蜡笔小新，半个月钓鱼人半个月那就很长了，是不是啊？这叫真的叫术业有专攻啊！一天不练基本功就丢下了。我靠，你这泡第几杆就中鱼啊？第三杆就中鱼，你用冷冻饵啊？完了，我要换冷冻饵了，因为我师傅跟我讲过，罗非，你知道罗非还有一个外号叫什么呀？你知道吧？哎，我中了，谁说我新鲜饵料不吃？它的还有一个外号叫福寿，就是有好的它绝对不会吃差的，所以说你的饵料要对，旁边有可能没口。但是我还是坚持一下啊，我已经拿它钓第二条鱼。哎呀，钓友们啊，嘴下留情，目前基本功还恢复在30%，这不搞冷冻饵我估计钓不赢的。这是什么？虾干鹅干？对啊，你给我自己搞。我又中鱼了，魏总。罗非不飞等于打龟啊，魏子。罗非是福寿，我加一点点这个蓝鳍虾粉，在它的饵料基础上比它的更好吃一些。现在我觉得我念的差不多了，首先把饵料拉好，分钩带散泡。我这个泡竿的方法是抖竿方法，首先在个八分竿这个地方，哎，轻轻的一点，漂子跟这个散泡的位置就在一起了，然后压水线。我现在打频率，目前口虽然不是很多，但是我感觉我这个抛竿的节奏啊都已经找到了，只等这个狂口。而且我现在动作也比刚才要麻利很多，每次钓鱼不让夸自己，但是你看这徒弟又中鱼了。我上岸指望你啊。哎呀，来双尾，我
别把我手扎了啊！哎，又跑到那个池子去了。这一斤半4块钱。钓了一个多小时，钓几个的？四条。哎，那不看我看不到嘞。哎，来了，老板一来我就中一条。这是第5条。这口都是特别小的口，一个小洞口就是的，给个洞口。现在是上下上下踢，等那个入嘴的那个小洞口一给就是的，就抓那种小口就行了。你看，哇哇哇哇！现在鱼才来。哇，这是毛的，毛的我也给你干起来。这也是钱呐，4块钱。在我漂翔搞的，正好掉到湖里头。几年干了？3年杆，这就4年杆啊！终于找到连杆的节奏了。罗非啊，就要这样钓，罗非不飞等于打龟，就这种。一个飞，他在抄。他在抄他，你放心，慢慢的我就把它抄了。我这因为现在下去都有动作，看一看，看一看，看一下那个鱼心，哇、哦，要待会儿要发财了。还在上面，哇！这个3大定律，没口的时候干嘛呀？我这真是把这个饵料想加一点点果酸，它结果中一条。我总感觉今天天气有点闷，加一点点果酸试试。窝子里头已经有鱼了，很多鱼心了。天的位置比我多，加的果酸我不给他用。嗯，酸酸甜甜就是爽。刚，哎呀！小心，这条多大？嘚瑟嘚瑟，你知道我想说啥吗？我说换加完果酸的第一杆，看一下这条鱼有多大，展示一下的。结果直接脱钩了，要么就跟它飞起来算了。大的我就抄，我学贼一点，这一个6块。啊，没口啊，没口，慢慢钓，慢慢的钓，慢慢的钓。我没加东西啊，罗非就是这样的，你有口我没口，我没口你有口。哎呀，哎，我连杆嘞！哇，这雨越下越大，不是什么好事啊，温度越来越低啊，能不能停一阵雨，出点太阳那就好了。这好一口没打到，切钱的。哇，这回锅鱼就是这样的，你看，这是典型的回锅鱼，身上都受伤了。哎呀，终于看到个黑漂口是吧？小心！哇，又点了一下，有你的钝口，小心这口抓的咋样？吃肚子去了，别搞断了啊！啊！这口你都看到了，哦，这是个大罗非。这大的我也学威子。刚不是说罗非不飞等于打龟，你怎么拿个抄啊？现在不搞了，这种大的我全部抄算了。现在这一个5块钱呢，哎呀，我现在狂口了，位子。
你看，威子，我现在真的是狂拔了，你看，狂扣，狂拔。哎呀，好冷啊，越来越冷。这怎么样的？不中啊，我感觉太冷了。降温，你拍视频，唐老板今天防不到我的。看不到你是，看不到的，降温啊！来，我钓时间长一点啊！可以。刚才老板说，今天盘不了了。现在到了中午，我开始狂拔模式，因为现在明显感觉温度高了，温度终于起来了。罗非就是要温度稍微高一点点。尖嘴飞，啊，维姆斯不让用其他的，来吧来吧，天气一晴，老板就要看我们的脸色了。老板好像不在了，罗非就是小口。一般呢，自己种的啊，种的习惯。来，辣总，给你放在这儿啊。嗯，好甜的，这是冰镇的啊。我看一下你们钓几多啊？不行，这刺都还不行。嗯，我九斤和八斤的，没有吧？这西瓜好甜呐、啊！一下午我估计还可以钓这么多，估计钓个200斤，今天应该没有问题哈。这下午时间还长一些。下午这太阳出来了。老板给你送西瓜来了。不可能吧？来，一个人送颗西瓜你们、啊。这是。你这拍视频套路啊，套路跟你师傅一样。我麻的鸡子麻的鸭子就西瓜，一个人送一个啊。这像西瓜。钱带给你们。你跟我倒进去好吧，都是马钓的鱼，马钓的鱼。你钓到、哦？哎，钓这么多？哎，不多不多，才一点点啊。对，这是威子的，这个多少斤？这个80斤。走去看一下我师傅的吧，我感觉他没我钓的多。哇！大多的过不来呀！你多的，大的，你这样妈的，一百斤，你上午的鱼货，这你钓一天不得了啊！师傅又是盘鹅，又是盘羊，我们就盘了两个西瓜，这还亏本了，那冷冻饵都不值这几个钱。可以了呀、啊，这么好玩的鱼群。我们的钓鱼结束了，即将参加高考的学子们，我祝大家金榜题名，鲤鱼跃龙门。大家高考之后也可以跟我一起出去钓鱼，钓鱼真的很好玩。对，欢迎大家金榜题名，加油！加油！